妹妹姐，你怎么只帮人家一只脚啦？哎呦，不然你这样子不这样子比较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产品有多好多神奇？哎，你到底有没有跟那个臭嘴在一起啊？怎么可能？其实我刚刚已经郑重告诉他了，我说你不要浪费青春，好好当兵吧。不可能，蜀靖是不会喜欢油腔滑调的人的，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我就说嘛，我怎么可能看走眼？你喜欢另外一个？另一个？妈，那一天你们四个啊，有没有？然后跟臭嘴站在一起来迎战那个的旁边那个帅哥？哦，林国良哦。可能啊，她是我们另外一个好姐妹的绯闻对象。哦，最好数哦。是啦，就像雅思讲的那样。你怎么让我想到我那个几十年前？吼，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丫头。我刚到营站，然后我就爱上了一个军官，他姓李，他也很喜欢我，他超帅的。可是有一天他知道他妈吉也喜欢我，然后他就希望我跟他妈吉在一起。妹妹姐，那你是真的很喜欢那个李军官哦？我超级喜欢。哎呦，拜托，那是以前的事情了啦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女孩们注意咯，感情的事情哦，遇到了这个缘分来了，要好好把握，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这多难得啊。